大家好，我是福上上人生费账本陈俊旭，由白书怎么构成五岁的小年龄？今天上升来了，帅到掉渣！哎，各位，暌违了几天，我又花了好多时间整理出来了普饭要住魔族的各式各样阵容搭配。那这每一个阵容，我基本上都测试了非常多次，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然后我这个阵容呢，我有分成几个档次。哎，那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可以仅做参考，因为怎么说呢，每个角色的兽灵进阶程度，然后跟 AI， 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幽白这个游戏很吃 AI 的，那可能我在测试的时候 AI 不顺，然后导致我这个阵容其实是 OK 的，结果因为 AI 的关系输了。那我今天因为我测试了很多场，大家可以把这几个场次来去做参考，看看未来假如说你想要玩魔人幽助的情况下，你可以去怎么去做搭配。你假如说是平民，那我有一些平民的搭配方式；假如你是氪金大佬，那你也可以参考看看我会推荐给你的氪金大佬的一些模式。那这一些都已经测试过非常多次了，那我们今天就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那我们在正片开始之前，还没有订阅《生生来了》的朋友们，可以帮我点个订阅哦。那我们就正片开始。一开始我直接跟大家测试一下稍稍平民的一点的阵容，然后我用的是两个少女幻海跟老幻海，还有大弟弟，这样子去做搭配。那这个样子的话，我想要让他这个回灵可以达到最高的这个地步。那这一开始的话，我这个大幻海虽然死了，没有达到回灵的一个效果，不过我的少女幻海依然是健在。那我就是做这样的一个控场，把对敌方的这个阵容做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拉扯，让我们的这个魔族幽助可以快速的去叠他的这个技能的这个招式，因为要快速让他成暴走阶段嘛，对不对？然后我感觉这样的一个阵容稍稍不太会去卡灵气。好的，我现在这个觉醒状态已经出了，我现在就开始持续的去做对方跟对方去做输出。然后因为现在标记是标在任务药身上的，所以我的输出都是打在他头上，不过运气不是很好，一直都没有出大灵丸，所以输出没有直接到位，但是打任务药还是直接把他的这个角木套打出来了。好，那剩下一个这个魔族幽助看看可不可以 solo。 好，大灵丸下去非常的痛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好，现在跟幽助直接单挑基本上是完全没问题的了。好的，结束这场比赛。这一场的话跟大家分享的重点的话就是灵力的一个恢复，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你假如你的少女幻海觉醒不够高，三觉以上也可以，那老幻海少女幻海都有回灵的这个效果，然后可以让普饭幽助有一个比较大空间的一个输出，因为它不是满灵力的话会送灵丸嘛，对不对？虽然刚刚那个阵容没有办法完全的体现出来，不过这个阵容我测试了老半天，我觉得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大家可以试试看。接下来给大家测试的是中氪档吧，算是中小氪玩家的。那桑原少女幻海，然后跟幽助，我这样子去做搭配。你假如说觉醒低一点的话没有关系，少女幻海跟大桑至少有三绝，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去打。目的的话就是可以增加回灵，然后小阎王可以持续的飞走的时候可以去保护我们的魔人幽助，让他早点可以激发出他的这个叫做什么啊，魔族之血觉醒，就让他存活率增加啦，不然他太早死的话根本就开不出大呀，是吧各位？好，我现在直接到现在为止我的这个小阎王是飞走了还怎么样啊，马上人就不见了，不过我的效果达到了，就是我的觉醒已经觉出来了，只要觉醒开了，那我觉得战局的获胜那我觉得都是指日在望了。好，直接一发大灵丸直接过去。好，我们再换一个对手，那我刚刚选的这个人稍微这个弱一点点，那我挑这个霸天下也是常驻在我们15名以内的，那用这样的一个阵容来实施一下，看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阵容错率是如何的。好，我直接对后面做一个聚合的一个动作，然后小阎王好角木套直接发身飞走了，那我的少女幻海直接躺在地上，不过在这一段时间我的这个魔人幽助他的确就是活得比较久，所以他的这个 bug buff 已经越来越高了，已经快要可以叠到觉醒的一个状态了。好，
我现在一踢再踹一次就可以激发出他的这个魔人状态。好，大伤还是非常的亮眼啊，大家有没有发现配每把阵容必须配个大伤啊，没有大伤感觉这个队伍就没有灵魂。好，那好，这个对面只剩下一个任务药，我只要可以把他们的任务药解决了，那这一场基本上就是我获胜了。好，大灵王下去吧。大灵王，大家看一下，他任务药刚刚是有护盾带满血情况，然后我的这个大灵丸下去直接把他的角木套打出来，这就是真实伤害的实际威力，真的是很好用。好，再来大灵丸下去，好，没关系，基本上像这样子打起来的话，获胜基本上就是我了，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残念。好的，没问题，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建议给大家中氪偏小氪的一个玩家，三绝幻海跟三绝的这个伤员应该也是可以在这个阵容上面也是可以很出色的。下个测试的一个阵容啊，就是豪华的一个阵容了，配上大弟弟少女幻海大伤跟幽助还有魔幽，我们这样子来去打对面的雷善。这个雷善的话可是我们这一届的武术会冠军呢。来，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容错率啊，这个阵容我觉得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是我们上了双重保险。什么叫双重保险呢？第一重就是大弟弟会有大概率可以开场很快的放大，这个是第一重保险。那第二重保险的话，就是我的这个魔人幽助可以在整个拉扯阵容的一个情况下也可以很快的去开启我的这个叫做什么东西，我的魔人状态。你看我是不是比对面的这个魔人还要早开，所以我这个战局对我来讲就是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我跟大家推荐过这个上了双重保险的豪华阵容。而且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我发现魔人幽助哈，配上大弟弟用什么样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阵容我都去试配过了，配了十几种吧。我觉得目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阵容是大弟弟开大很快，然后魔人幽助他的这个变身的这个情况下也会变得非常快，这个是我给大家做的一个推荐，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其他阵容我试了好多，要么大弟弟开不出大，要么就是魔人幽助开不出大。然后这一场的话，我觉得不是说我测试了十几场才截录了一场，这一场是我打同样的对手打了五六次，基本上五次左右都会获胜，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它的唯一缺点的话就是有点贵啦。其实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个豪华阵容，那这个部分我就是用挑战的一个方式，五绝的魔人幽助，五绝的成户，然后还有刘架少女幻海。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成户来去叠他的闪避率，少女幻海回零，然后仙水的话可以去做这个开场的强制输出，然后刘架去做保命护航，就等于是三个辅助去辅助两个输出。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一场战局非常明显是我非常的一个劣势，虽然说我很成功的开出了我的这个觉醒招，可是我的队友已经死的差不多了，各位有没有发现？然后仙水还在无情的一直踢，一直踢，一直踢。哎呀，这个时候魔人幽助若是能够叫两声，那该有多好啊，是不是？好，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大伤了。打到这个地方，基本上我就直接用快转的一个方式来给大家看吧。对面这个阵容其实是相当豪华的，成户这个角色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去注意，不过这个角色的话，他在闪避率提升的这个部分，再搭配任务药等等的，我觉得是非常出色的。你看我完全被压制的惨惨的，花的钱基本上都一样多，结果却是我输成这个样子。我猜这个时候大家会有些想法，就是觉得说，四绝大优跟五绝的大优到底有什么区别？跟各位报告啊，区别还是很大的。五绝大优它有一个自带的一个角木套平死直接觉醒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就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差别的一个地方了。那能够有能力搞到五绝的话，我觉得帮助绝对是会非常大的。不过我说句实话，我今天测试的所有阵容都是五绝以下，就是四绝一万二攻击力的大优，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若是我们没有能力弄到五绝，那你三绝四绝的一个情况下，或许加个角木套哦，然后攻击力可以盯到一万二一万三 ，maybe 也可以达到差不多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试试看。好，我现在来一个终极阵容的一个大比拼，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对面一样是，如果你追上我，然后他把这个阵容稍微去做了一个调换，少女幻海换了优助，然后我呢，我大弟弟大伤优助，然后刘架跟魔人优助，这样子看看哪一个阵容，你们觉得谁会赢呢？其实两个阵容的话，我觉得搭配起来，这容错率都是蛮不错的。他们两个，他们在现在最新的暗黑武术会上面都是用这个测试过的一个阵容。那他们两个打起来的话，说实话五五开。那今天的话就是比看谁的一个 AI 比较给脸呐、啊，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你看，非常的有来有往。我们发现，好的，对面一样是五个人，那我们这边呢，一二三四，哎，好像我们比较占劣势是吧？不过对面是五绝的大优哦，各位注意一下，这个是一个区别所在。好的，对面的那个五绝大优有个平时效果嘛，就已经直接激活自己觉醒的情况了。哇，仙水还是很欠揍的、啊、而且大家看这个五绝陈护也是从头站到尾啊，有没有发现一直用这个聚光灯提升自己全场的，哎，好，我优先把他的陈护干掉了，可是对面的仙水还在持续的免疫中，我默默的把他的魔人优助干掉，那基本上这一场胜局应该就是在我身上了，我就不信这个样子仙水忍还可以翻盘。你看我这个没有被控场的情况下还可以跳来跳去飞来飞去，所以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各位好，我赢了。好，各位，我今天再给大家最后一场娱乐场，无威弟弟刘架大伤加上魔优对上我们的如果你追上我的五绝大优的这个黄金阵容，到底五威能不能够发挥他的这个作用呢？我也很好奇啊。各位来，三费直接推出去，可是仙水怎么卡在中间不动了？哎呀，仙水对于这个聚合来讲真的是很过分呢，推都推不动。好，我大弟弟开完一次大舅，拜拜。好，我的仙不是我的仙水，我的魔人优助还持续的屹立不摇，武威还站在中间满血的一个情况下，他究竟有没有办法开出大呢？很明显刷不到他的大。好，我的魔人优助，我的魔人优助呢？还在吗？哦，在。我想说你怎么不见了嘞？好，来，他对方一个里人，好，对方少女幻海直接开一个，好，嘟嘟嘟嘟嘟，很 OK。现在场上有机会是我赢哦，现在是4-2对吧？4-2，那我就有机会把你们带走啦。哎，来，五位，你的大你从头到尾一个大都开不出来，你有什么用？来来来，好，我的魔之灵丸把对，好，我的大伤直接开出了这个雪菜了啊！哎，不对，我的魔人优助嘞！喂，加油，转死他，转，都威了！哇，看来结果不出意料，哈哈。OK 啦，各位，今天这个从稍微平民的阵容到豪华阵容123哦，这几个阵容都推荐给大家了。那我觉得魔人优助本身他就是一个 UR 的一个角色，然后虽然他是刺杀，不过他跟聚集哦，或者是跟刺杀的一些阵容去做搭配，我觉得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去多去踹踹看魔人优助的这个搭配。那反正我觉得未来还是肯定会出什么黄泉啊、蛆啊、蟑螂，不是蚂蚁，不是，那是还会出很多各式各样魔界篇的一些角色，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啦。那这一款游戏的话，我觉得做多一点的一些阵容搭配，可以增加它的一个可玩性，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那魔人优助四绝跟五绝有没有差？我觉得还是差挺多的。那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无氪玩家、零氪玩家可以玩得起的一个角色，但是你假如说有一个目标哦，譬如说分两次保底抽或三次保底抽啊、你把它抽到你五绝，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没问题的。可是前提之下是你要憋得住。OK， 那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今天发的这个影片，希望这个搭配阵容的这个部分给大家有一点小小的一个帮助。那还没有订阅森森来了的频道朋友们，可以帮我点个订阅哦，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大家拜拜。